机车、汽车快速通过摊方处，就怕上方的土石突然滑落。高雄市桃园区历经台美台风、康瑞台风以及大雨侵袭，造成复兴里、拉夫兰里以及梅山部落连外道路中断。四号部分道路已经抢通，目前还有秦河里通往复兴里的玉穗农路，由于土石摊方面积大，还在抢修中。叶湾到玉穗这段，我们公路局现在在做一个抢修。那玉穗上方部分，我们公所也就是同时在做抢通。公所表示，公路总局正在积极抢修通往玉穗农路的溪底便道，公所同时也在玉穗农路上方抢修，两边同时施工，要缩短抢修时间，预计最快两天时间可以抢通。另外，公务段长表示，秦和至复兴的溪底便道最快9月15号抢通。记者吴定高雄桃园采访报道。